今天啥不吃的？啊？吃这个？吃这个呀？哎，可不能这样走。哎，老子这个不吃这个呢？你买新肥的，本新肥可以。把这个，把这个有几个鱼弄来吃了嘛？弄的。我吃鱼。啊。我找你。这新肥汤，这鱼汤我没听说。这鱼汤。要鱼啥都没有啥的，只一滴都不会煮。啥子的？已经喂干净了嘛？喂干净了，意思是不破啊？要长期的嘛，这个哇，好豁然，我这个逮都不稳。哎呦，我不信逮不到一个鱼呀！哎呀，好挑战！哎呀，终于逮到一个，太挑战了。喂瘦肉的鱼。啊，我听了，我妈说的那天买牛肉。在街上噻。每个牛点牛肉啊？牛给你妈也臭了啥？啥子嘛？边上那菜嘛，我看看。你看看嘛。这个菜一个嘛。我这一块辣一下。这鱼怎么这是？好久的鱼嘛，那什么的？前天的。前天的啊？好，现在没得了。应该什么坏？这个新鲜的四季豆的话，还咬着呢。嗯，你这个鸡都喂熟了，早都给弄来吃了。再喂两天，你这鱼都喂大了，看到吗？那刮不住，就没吃住了。啥东西？吃鱼汤。啥东西吃？吃鱼汤。吃鱼汤都不给你，这个嘛。晓得。我看鸡也好吃。可以。我给你抓三菜，我弄鱼，你弄鱼嘛？我啥不吃了？我啥不吃了？我弄鱼的专门负责洗。我负责你，哪个负责洗晓得吗？哎，人家好多人看得起你泡菜。哎，三菜一个坛子，海椒一个坛子。他说的那个。他拿了几条？多少？哎，我们还要烤着吃喽。四块，我姑妈她煮的海鲜，我问她这些咸水的四块。嗯，可以。就是噻。哎，那个黄的不要了，太小了，那个黄的不那么好的，黄的不要。我按理说天干嘛菜又贵嘎，这个天干菜便宜。哎，去年这海鲜它出来卖六七块。啊。哎呀，就这三盘四季豆和海椒，都下到几碗饭了。我要死，我想吃的。四个，那四个，我四个噻。四个。啊。这一个，六个，十个，十一个，还一个，这十个，我不会，拜拜。一共两个噻，那我再多吃两个噻。一点钟了。这个在阴山路上，一种。到了到了到了。我们这，我们这是红肠，天平下雨都到黄了，八九个亿。我是鸡，鸡都中了鸡，我吃，哎，鸡卖肉不可以，我一次亏了吃了，反正我少不了就买。那个年龄就是，搞得这个分都是肯定是虚的。
如月冰冻，伸出鲜活了。